来看，年轻票董事长，请举手。哇，董事长，你的人气很强啊！还有我们一个大家长，第一个神秘嘉宾，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哇，全场都是台中市的市民，很感谢大家哈。我们市长在百忙之中一定要来办这个活动，那一年一度的妈祖起驾的活动。 好，今天是起驾前一天，明天晚上11点要起驾。今天是起驾前的演唱会，我们叫妈祖之光演唱会。妈祖之光演唱会呢，首先我们要先邀请我们的长官以及贵宾来上台来感谢大家。今天有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天气，今天的卡斯非常的坚强，不然我念一个人的名字你就知道了。 小猪，对，先上台好不好？我们待会以大小声先上台好了啦哈。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大家长，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市长上台。拜托，趴下过来的胡市长在百忙当中拨空来到现场，已经邀请大甲镇南宫董事长严清标董事长。 民通副董事长，赵明坤副董事长，台中市文化局局长叶树章局长。我们特别要感谢我们这次呢，也是主办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苏展董事长，特别率领我们所有大陆我们的所有工作伙伴，两岸一起合作办这场妈祖之光，以及邀请平台交流协会林贵国林会长。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陈作凡副董事长，以及邀请福建省对外交流协会林轩元常务理事，邀请以上的贵宾长官上台，谢谢。各位好朋友，首先我们是不是借大家的手？我们是不是借大家的手？我们再邀请上海玉成天成珠宝公司董事长赵柳成董事长，也就是最近。 上海天成玉制珠宝公司特别捐献的翡翠妈祖捐献者，就是我们赵董事长。借大家的手给所有来宾掌声欢迎。首先邀请我们大家长，台中市市长胡市长致辞。第一个路人，两位董事长。 来自大陆跟来自台湾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哦，今天晚上来参加，马祖之光晚会的所有小朋友都会受到马祖的保佑，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会，差不多是台湾在室外举行规模最大的晚会，将近4万人参加，好不好？哦，传播效应，刚才主持人讲，有超过。 1亿人会看今天的晚会，这是妈祖伯林干掉掉，而且表演节目一定很棒，因为今天的压轴是由严庆标董事长自己担任唱歌。哎，你们不要笑啦！ 真的要谢谢来自福建的朋友，他们今年是第10年来跟我们参加妈祖之光的晚会。他是大陆任何地方最重视大家、最重视镇南宫、最重视中台湾的好朋友，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非常感谢。 他们来一个团，
400人以上，连续来了10年，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好朋友？是。我们欢迎您，也希望常常来，希望今天晚上的晚会成功。1亿人、2亿人、3亿人、5亿人、10亿人都受到妈祖的保佑，好不好？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们大家长吴市长。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大甲镇南宫董事长严董事长致辞，各位掌声一样欢迎。啊，谢谢胡市长。啊，最感谢的是我们吴建啊，这个广电集团、卫视广电集团苏董事长、陈副董事长，还有咱省台办林卫国林主任，还有咱台中市啊文化企业局长，还有我们。啊，这一次啊，这几个月来最高兴的，我们翡翠马祖的东道主，我们赵柳淳赵董事长，来跟爸爸握手啊！他把这个无价之宝啊，啊，捐给我们大甲镇南宫，啊，给大家啊来朝拜。啊，非常的慷慨了哈！马祖伯一定保佑他生意啊越做越大，大发财。啊，今天啊来自我们全世界啊的马祖伯的信众啊，新加坡、还有墨尔本、还有我们香港、大陆、日本很多的代表都在我们现场啊，大家欢迎喽！要感谢我们啊，这个苏董事长来到台�湾呢，总共有10场的这个晚会，有5场啊，连续5届在我们大甲镇南宫啊，所以啊，我们先希望他明年再来，好不好？好。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期待了哈。啊，今天呢、啊。我们这个晚会啊，马祖之光啊，我想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啊慢慢的分享我们啊这个大陆台湾两地的影歌星啊来这里现场表演给大家看啊，上欢喜的吼啊，大家捧爱拍个大声的，你若拜谢过来，好，大家谢谢。非常感谢严董事长。接下来我们邀请连续10年要十全十美的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苏展董事长。